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你有几多岁啊？你结咗婚未呀？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喺新加坡做嘢2年，你喺新加坡照顾有几多人啊？照顾公公，照顾公公？有先生。先生就在中国过80岁。哦，婆婆80岁，你点样照顾婆婆啊？我会尽量，我想可以，婆婆识唔识得行噶？哦，唔识嘅，识唔识啊？婆婆识唔识得行啊？婆婆识唔识得行啊？识嘅。咁你识唔识煮饭啊？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今夜今晚就醉，半夜就散。你喺新加坡做过？Can you speak in English？No，Cannot，哈哈。咁你中唔中意照顧婆婆啊？你中意啊？好，唔該晒你，拜拜。